快捂！好吃吗？ 宋公子，天气真好。宋公子心情不错。本应该去接你下宫的，有事耽搁了。抱歉。不用的。这是什么？糖人。好吃吗？我没吃过，让我尝尝。这手工挺粗糙的。 长得又那么丑，莫非是好味道？哎，可惜了，明日再给你买一个吧。阿嬷，回家吧。 房子怎么了？也许是年久失修吧，没关系，明天我把它修好。怎么会年久失修呢？ 这房子明明看起来很结实的呀。我也会修。那就辛苦你们了。小白，你饿不饿呀？你陪我出去走走吧。 开门见山吧。开门见山不是应该自报家门的吗？你是天族人，你是山灵族人。阿莫的身份，你知道吗？雀鸟修习不易，能有这般造化，想必你出身不凡。 我和阿莫相识实属偶然，你却不同，你的出现一定有缘由。你是山林族人，山林族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你却有闲情逸致在这谈情说爱，莫非是孤家寡人，没有族人？你和阿莫早就相识，不是桃林中人，便是天宫中人。你藤蔓法术不错。 看似眼熟，桃林中和他相关的男子无非就那几个。